波特。今日美国记者廖玉伟综合报道，卧室明星控卫墙壁状元沃尔佐西伤势未愈，高挂免战牌，但前锋波特立大功，中场前最后一分钟连拿四分，并攻下全场最高的22分，外加八篮板，率领巫师92-89客场击败灰狼，终止2连败。沃尔佐西伤势预估将缺阵2周，少了后场指挥官，前翼巫师出战拓荒者，浪费17分领先遭翻盘，坐在客场一路落后，末节中段灰狼拉出7-0攻势，取得8分领先，原以为胜券在握，但巫师波特挺身而出，扭转战局。中场前58.6秒，灰狼仍握有2分领先，但随后波特连续投进2球，助队于25.9秒反超2分，奠定胜机。总计灰狼比赛最后4分钟仅得2分，拱手将胜利让给对手。沃什尔当家比尔熄火，仅拿下8分，所幸波特挺身而出，替补欧布瑞贡献16分，史考特和米克斯皆进账12分，替补群表现出色，助队终止2连败。灰狼遭逆转，吞下本季第9败12胜，攻势集中在先发，5人得分都突破双位数，联手轰下78分，几乎包办所有得分，其中汤斯轰下20分，17篮板，表现最佳。